到噶啦，边度？前面见到啲字啦。愛爾蘭過嚟北愛爾蘭，愛爾蘭還愛爾蘭啊！北愛爾蘭屬於英國嘅，但係咧兩地之間冇海關，唔需要 passport， 任何個海關嘅工作。依家係朝早七點。嚟咗愛爾蘭咁多人都未見過個天色好得咁緊要，真係一嚿雲都冇。尋日咧去銀行，同個銀行職員講話，呢兩日個天色真係好到佢哋都覺得好少見，尤其是係夏天。好，出發。二號月台喎。叫我哋喺度等下先，未出得去住。好啊，候車室呢度。冇錯，我哋去7:35二號月台，布爾法斯特，北愛爾蘭。有洗手間㗎。冇咁新淨，好似香港咁嚟噶，車運行咗咁多年。到咗啦！好，北愛爾蘭嘅布爾法斯特 （Belfast）。嗱，愛爾蘭過嚟北愛爾蘭，愛爾蘭還愛爾蘭啊！北愛爾蘭屬於英國嘅，但係咧兩地之間冇海關，唔需要 passport， 任何個海關嘅工作。乜嘢都唔使帶，掂行掂過。雖然係兩個國家，雖然一個係歐盟，一個已經唔係歐盟，係唔需要過關嘅呢度，就咁就行咗出嚟啦。我哋離遠見到今次嘅目的地。本來應該是搭的士過來，但是完全找不到的士站。剛才在我火車之後，我的士應該看 Google Map 說是8分鐘過到來。 Anyway， 我一走過來都是4-5個字而已。到了啦，哪裡？前面看到的字啦。是啊，行去啦，揾阿 Rose 睇下見唔見到佢啦，上船抄一抄佢先。冇辦法啦，入唔到嚟拍片就只可以口述件事啦。點解會有個鐵達尼號博物館喺北愛爾蘭嘅貝爾法斯特咧？其實好簡單嘅啫，當年鐵達尼號就正正喺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同一個位置建成嘅。咁博物館嘅初段咧，都係講下啲歷史啊，同埋嗰只船嘅結構啊，用咗幾多物料去做，譬如個龍骨啊，用幾多根釘啊，啱啱見到呢一 part 講到啦，用幾多根釘入咗去啊。咁啊，啲展板都好詳細嘅，文字啊、相片都好齊嘅，所以用心睇咧就會睇得好耐嘅，可以。
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当日铁达尼号泊在这个船厂码头的位置来的，模拟回当时的情况。对出这个位置就是只船的尺寸了，其实可以望到大概它是会几长的。当然啦，除了只船怎样建成之外，外形方面呢，船舱里面的格局呢都有模拟翻出来的。嗱，呢幅图呢就见到当日佢哋其中一个船舱啦，入面个房里面的模拟的情况嘅。都理所当然啦，有讲翻当年沉没嘅事件啦。你其中呢几块展板呢，我好有兴趣慢慢逐只字睇嘅，就系讲关于佢哋沉之前无线电信号收到嘅消息。睇幅图咧，睇翻嘅1912年4月15号朝早12:15第一次咧就叫救命，话撞咗落救兵，话叫其他船埋嚟求救嘅，即又再过多35分钟咧，先通知其他船沉紧啦，尽快埋嚟啦。跟住又再半个钟之后咧，先有第一只船话全速埋紧嚟铁达尼嗰边去救人嘅。亦都留意到一样嘢咧，系唯一一只船会埋去救啫，其他船都好似唔知点解未收到消息啊，定点嘅情况之下咧，系冇复翻铁达尼号嘅。其实第一次求救之后个半钟咧，佢哋铁达尼号都再叫多一次出边，喂，引擎室都入晒水啦，有冇人嚟帮手啊？咁啊，直到第一次求救信号2个钟咧，最后一次有无线电嘅通讯喺铁达尼号嗰边出嚟，那个通讯都未打晒，就已经跟住整晒啦。这块展板就讲回另一只船救了713人带回他们回纽约，但是这只船去到铁达尼号附近的时候已经是铁达尼号第一次发出求救信号的大概4个钟头。当然以当时那种混乱情况和当时的求救啊、通讯的系统啊，当然也都曾经有一些错误的信息出过来的，曾经也有说过所有铁达尼号上面的船员啊，所有的人呢是全部获救的，当然啦，后来知道是假的啦。好啦，如果还有记性记得套戏讲过什么，里面的角色讲过什么的话呢，这下面这两幅图呢应该可能是幅相有少少印象的。嗱，呢两个咧就真系当时船上面嘅船员或者呢个乘客嚟嘅，有印象睇过套戏咧，有两个演员系完全模仿紧佢哋角色嘅。嗱，睇一睇啊啦，展板上边咧就系佢哋真实嘅样嚟嘅。后屘我加上去彩色嗰张咧，就真系睇铁达尼号嗰套电影里边个角色嚟嘅，其实都真系扮得好似下。由于入到去睇影片咧，所以一张片都冇影到嘅。相就有嘅，因为睇完啦，呢个食嘢先啦。睇咗 Tionian， 系咯，明明食紧嘢都仲要播紧呢只歌嘅，佢真系真嘅。去完铁达尼号咧，个脑都仲俾只歌缠绕住嘅。嗱，点都好，呢餐就真系几好味嘅，啲烧鸡要推介呢间。啊，食饱饱，出嚟游览一下呢度啲景点啦。多就唔多啦，呢个钟楼都有少少似 Big Ben， 当然啦，中间嗰橛同最顶嗰橛唔似啦，离远睇头先嗰四面嘅钟有少少似嘅。开头咧见到 Cash Converters 呢个字咧，第一个反应就系觉得啊，系咪啲兑换店咧？唔係喎，睇睇下咁多呢啲嘢喺度，反過嚟唔到啊！面冇啦，喇叭啊！再望清楚啲字 ，Montgomery County Roads。再睇落去，終於見到咩事啦 ？We buy your unwanted goods， 應該類似就係香港嘅當鋪，你乜嘢嘢都可以拎嚟當當，然之後。有嗰時候可以買翻，譬如話喺世嘉16bit 嘅 drive 有，仲可以買咗49英磅啊！犀利！呢啲碟機仲有價錢㗎啦，喇叭對12英磅都有，應該啲人斷檔咧拎翻出嚟賣。嗱，吉他又有喎。啊，成塊單車擺翻出嚟有，錶啊當然大把啦。唔得意喎！好啦，到咗下一個景點啦。
眼前呢一條大魚呢，其實一個景點嚟嘅，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叫 Big Fish 嘅大魚啦，其實一條三文魚嚟嘅，99年建成，3米闊10米長嘅三文魚一條啦，魚嘅外邊係陶瓷嚟嘅，上面其實每一塊鱗片嗱，我一陣會睇睇每一塊鱗片，其實呢，刻咗有關呢個城市嘅文字、圖片、歷史。條魚入邊呢，有一個時間廊嘅。儲存住呢個貝爾法斯特嘅資料啊、圖像啊，或者啲詩歌嘅，咁純粹一個景點啦，睇睇啦，條魚都幾獨特嘅，幫我影下相就算啦。今次呢個北外行程其實都幾即興嘅，突然間話要嚟嘅，出發之前一日先至買車飛啊，上網揾資料，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去到嗰個地方啦，大到幾大我諗第日都會再過一過嚟嘅。個 Titanic 館可以花多少少時間慢慢睇嘅，其實